凯莉，你回来爸爸身边，回来家里，爸爸什么都不计较啊，你快点回来，你要做什么可以商量 ，OK？ 爸爸是没有什么好讲啦，只希望你能回来啦。所以有带他回，带他出去的那个人也是叫他带你回来啦啊，请大家帮帮忙一下。凯莉，你要看到妈咪，你快点回来，凯莉，不要给坏人骗去，凯莉，妈咪几天没等你，等你回来家里，凯莉，妈咪不讲的。好哪里有画你？是这个人吗？这个是他，他这个是他的啦。啊 okay、我们不知道他不讲。我们不知道的，这个哈、哦，他是有哪一只手指，他没有跟我们讲。然后我们那天是在我们不是住在这边，我们住在中路的。我那天他来要带他妈妈去看医生，我们去到医院了，我爸爸打电话来，我的女儿不便去。是带来这边啊，他是读书在女校，他在女校读书啊，女校。然后你们平时他就平时早上我就带他来这边啊，叫他可能晚早一点回来呢，就带他去读书。假如没有早一点回来，我不能带你去读书啦，休息一天啦，我是这样讲啊。什么去做工啊？什么？哦，他早几天了，我找一个朋友。有他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妈咪我不要去读书，我说怎么呢？我都问他，他说我的朋友有一个没有去读书，他去跟他哥哥，他跟他爸爸讲，他爸爸讲他不喜欢读书，他都去 KL 那边做工。我都问他你做什么工，他说去 KL 那边屋子里面做工的。我都问他你不要给人家骗去。是啊，我就哇，生气我是生气啊，我是没有骂他的，我是这样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是这样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他就生气哦，我是没有骂他，他就生气走开了啊，我就没有讲什么东西了啊。他是产生很生气，他有跟他妈咪讲，妈咪是会，我去哪里妈咪会给，不过爸爸一定不给，我要做什么他不给的，他是这样子跟我讲啊。我又反映他，我有打、哦、我直接打油通没有接，第二次又再打就完全打不通了啊，完全打不通，到现在我的电话啊。但是那个还我老婆的手机还会打得通，她上网了什么，早上她有打了一次给我，她的女儿也打了一次，是不是啊？是嘞，我们那里有看啊，看电话来了，一收到了，我看到我女儿了，我快快打把脸给她，都快打不通了咯。最近有这种病啊，我没有带小孩去外面走走，完全没有跟他关在家里哦。最近有这种病是什么意思？病毒、啊、病毒有那个疫情啊，我很早去收病毒啊什么，我们是怕嘛。以前没有，以前啊，我每天有空啊就有带他那边收病啊，那边收病。他有跟我老婆讲过，为什么你要娶一个老公这样的？他爸爸也是骂人，他很激到人家的地方。爸爸也跟我讲，是说因为他没有给他自由，他怪他的妈妈讲，为什么你接到一个爸爸这样的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，因为他有都没有去做工啊，就失踪过后到现在啊，都没有心啊，他其实。一不见了，他们第二天就来找我了，早上就来找我了。OK， 那我就告诉我女儿，她讲这个他认识的同学，感觉很好啊。十三岁不能了，还是要回家。对，太小要回家，太小了。怎样，你还是要努力回家先。相片是他 Instagram 那边拍。拍的，我就穿着我白色的 T 恤啦，白色的是。